来的2023赛季中超联赛第27轮的比赛转播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的角球，古一给了一个战术角球，打在了门框上，外围的远射再来一脚。再来看啊，这角球非常有意图的想法，但是没有能够打进，那后续的再扫一次被防守球员破坏出去了。啊，刚刚这球很险啊，用距离非常远，这球很轻松的拿下。啊，雷总呢是被卡住位置了。哎呦，这下脚上的是比较凶啊，要吃牌了。本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出现。最后呢，队争的是直接被肘倒。裁判直接掏出了红牌，柳承坚被直红罚下。摆脱了，远端给的不错，看这一次机会来了，打门没有雷，分享到中路再去尿。哎呀，这球呢的确高了一点，但是塞尔吉尼奥的意思是说你跑着去击，而不是原地起跳去停。我们来看这一次的定位球，底线齐平的位置，大门。这次呢又是一个战术的选择的定位球制造的选择，左边给到身后搂过去了，可以直接打二点球。再示意手球，里边前插进来了，挑起来后点，曹永进右脚传，哎，这球直接打进去了，这么小的距离。曹永进帮助球队在第62分钟打进了本场比赛的第一球。这一球啊，曹永进呢也打得比较勇敢，因为好长一段时间长春亚泰呢是没有打门了。哦，这一球呢是自己出现失误，刚上来的萨比提呢失误，但又反抢下来，前场给进来，脚后跟打，呜，两个外援之间的连线。第二次弹地之后，球是完全出了底线，好像头球，哎呦，顶到了。这次对争还是把球顶到了。深圳队呢浪费了本场比赛他们的最好的一次转换的机会，应该是偶然体育提供海外用户专线，无限畅游腾讯咪咕等视频网站，提供中国所有省市体育台观看直播中超 CBA 赛事等等，20元每月可免费试用2天，高清不限流量，微信654733咨询。